现在就在 Fort Lauderdale 的一个downtown 下面。走的太阳下头就特别热，这到这阴凉地方还可以。It looks like a Mexican restaurant. 这是一个电影院，旁边这还有一个小公园。这是一个海豚吗？ Yeah， 还是飞鱼啊？哦，那飞鱼，风一吹正好。下面就是他们的 marina。烧出来的，这也可以租这个自行车。Wow, look at the two guys sitting on top. So cool.这些黄花多漂亮啊 ！So pretty。黄色的是这儿的 water taxi， 拉进来看看。这是1898年的 Replica 的一个学校，当时这么小那时候啊，它那边那棵树，这棵树长得多有意思。The train's coming!火车一过去，这个桥就升起来了。